准备要出发啦，成都见。We are so high, oh my god， 好高好高。坐了两个多小时，好痛苦啊！不过终于到了。成都你好，嘿嘿。OK 啊，在酒店换了个衣服啊，戴了个眼镜啊，就不要搞太帅啦，因为成都很冷呐。啊，现在我拼了命的想要找好吃的火锅，在哪里呢？哇 ，I am in 成都 now。其实这一次是我，算是第二次来成都吧，然后就。我跟你讲，从头到尾哦，不管碰到谁，都说成都的火锅很好吃。I want to try the hot pot now again. 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是去找一下火锅吧。听说这个是成都的一个特产，一定要来吃的糖油果汁啊！哇哦！这边买的，现在炸出了豆腐脑、红糖糍粑。糯米好吃吗？原来这个红糖糍粑，试试看哦，也是我们这个他们这个成都的特产。喂、嗯哎，哇 ，OK 哇，它是个糯米啊，是糯米吧？糯米的来，外面那层有点酥酥脆脆的，很香，而且再加一点红糖汁，真的。莫名其妙的好吃哦！哇，哎，我点这个 OK 吗？点这个 OK 吗？点这个 OK 吗？应该都 OK 吧？这个我不是，这个我这是酱油、豆浆。调料，哇 ，so many， 这个牛肉相当的好吃，还有这里的串串，耶、yeah! ，这个牛肉 ，my god， 超赞，Very good eat 啊！好饱啊！一个字，好吃啊、哦！两个字，不过真的好饱。吃饱回酒店睡搞高，因为明天很长的一天啊！明天我们再见。哎，下雨了。回去了，明天见。要睡觉了，好累呀、啊。嗯。今天天气很好啊，洗澡耶 ，shampoo 耶 ，conditioner， 哇哦，人也 feeling good耶。今天的西装 ，Oh yes， 因为这么冷的话，就用一件毛衣打底吧，这样搭应该就可以了。咦、yeah. ，这一件也很帅耶，我觉得。打底的话，用这件也是很帅的。OK。Rise and shine!
OK， 今天是第二天的 Vlog， 然后一样啦，今天也有四场的演讲给成都的朋友啊。听说已经在外面等了，哇，有点紧张现在啊。OK， 赶紧出去。来，你可以想象一个赌神的那个 BGM， 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而且鼻孔又放得很大，对不对？不过我现在鼻孔也不小啊。其实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小故事，是讲我曾经爱过的一个女孩子。Yes。Of a girl that I used to know. Wouldn't believe all of the things she made me went through. I know it's unfair. I relate her all to you. Oh, you remind me of a girl that I used to know. Wish I knew just how to separate the two. Just wish that I knew. I can't get with you.I can't get with you. 谢谢大家。哦，你画的，好像我，这很棒，真棒。OK， 刚刚就讲完一场，非常的兴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想到成都有这么多粉丝，然后看到很多熟悉的脸孔。Oh my god, I like it. OK， 还有两场就结束了啊，好期待。哎，我喜欢芝麻酱，葱要多，香菜，我的最爱，还有腐乳，耶，嘿嘿。我被肉包围着，就等它滚滚。开餐。苹果蔬菜汁无加糖，非常健康，喝起来很清晰，一点都不错，纯天然。这一杯真的很健康。可以啦，可以吃啦，牛肉啊，可以吃啦。你看，哇，这个肉不错哦。说不出话来，这实在太好吃了，哇，嗯，吃完这个肉搭配一口苹果蔬菜汁，把那个油排一排，清一清，哇，健康，哇 ，perfect。今天终于不吃火锅了，今天终于可以吃我自己最喜欢的日式烧烤 ，very good， 耶、yeah ，棒棒。这一天在成都，天天都在吃火锅，吃腻了，而且成都火锅啊，对，但我吃到我嘴唇都已经爆开了，因为太辣了，太辣了。终于最后一餐啊，在成都的第四天，试一下别的烧烤，耶，好吃好吃。成都，哒哒哒哒，谢谢你，非常感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回家了，有点舍不得成都，然后这次在成都好开心，还有今天没化妆，好丑，吃了很多火锅，
然后这些人非常的非常的友善，然后豪爽啊，期待下一次再来这里吃火锅。哇，虽然我这几天吃火锅呀嘴巴都爆开了，辣到哇哦。哎，看到机场了，哇，你看你整个机场都看得到啊。喂，哇哦耶。到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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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应该是 T 二啊，然后找 HM， 来走吧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好啦，今天要飞回去深圳了，然后很好玩。这四天在成都吃了好多火锅，你看嘴唇都爆开了，有没有？已经爆开了，爆开了，辣到爆开了，有没有？下次会再来，而且这一次在成都，没想到成都有这么多粉丝，我很惊讶。好多天都好多人来，也非常谢谢你们。